因為反送中破發，亦都有好多人係同佢哋喺一齊繼續抗爭。希望大家一齊繼續努力，花少時間過嚟簽一張心意卡俾我哋嘅在囚抗爭者。離開送中條例，可能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被囚，所以更加呢個時候、呢、這個時代邊，去繼續支援大家，去繼續去守護香港，係繼續支持我哋嘅在囚抗爭者。希望我的朋友可以繼續努力。我是周秀賢，在這個見你的獎之下呢，就對他社會服務力，就希望各位朋友呢是可以過來抓緊時間簽一張信用卡給在囚抗爭者。希望各位朋友可以繼續努力去打一場中抗惡法，亦都是繼續支援我們的在囚抗爭者。我是周秀賢，我們李家超李家超，大波啊！嗱，你哋接唔到啦，嗱，記住李家超，嗱，我專登講慢，嗱，而家我哋講多啲李家超，因為有小朋友喺度啊，屎忽鬼就唔算粗口啊，係嘛？仆街算唔算啊？冚家產算唔算？啊，梗係唔算啦，因為咧，根據咧《小狗懶茶鞋》呢本書咧，除咗嗰五隻字之外咧，全部都唔係粗口，而且對住一個政權，即使我哋講粗口，有冇唔啱？冇。嗱，我哋講咗你啦。